咁我最初開始做 Underarm 嘅時候咧，其實去一間激光脫毛公司度做嘅。咁因為咧見到佢廣告嘅代言人都幾出名啦，咁所以都放心試下嘅。咁咧其實佢職員咧就話係無痛脫毛啦，但係咧每一次去到嘅時候咧都係就咁搽一層薄薄嘅 cooling gel 就算嘅，連動風機油都唔用啦。咁咧其實我問職員嘅時候，佢就話會係正常嘅喎，但係咧每一次咧都打到我個 Underarm 紅晒啦，同埋咧我會飆晒眼水，覺得好痛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做咗四次之后都冇再做啦。其实我脱毛嘅原因咧，都系为咗啲皮肤睇落去白啲同滑啲嘅。我试过两种脱毛嘅，一种咧就系 Aqualite 啦，一种咧就系 TKS 嘅，即系激光脱毛嚟嘅。咁咧我都系朋友介绍我去嘅，系喺小腿同埋额头嘅位置脱毛嘅。咁咧额头嘅位置咧，打过2次之后咧就开始生暗粒啦。我试完 Gentle Lace Pro 之后，我觉得咧打落去冇咁痛嘅。其實我會揀內置冷凍系統嘅脫毛機嘅，咁因為咧其實凍風機咧雖然都係同時間去即係 cool down 你嘅皮膚啦，但係咧即係譬如打額頭嘅位置嘅時候咧，啲凍風會吹到你好頭痛啊。咁同埋咧如果用 cooling pad 嘅話咧，就要額外嘥啲時間去 cool down 你嘅皮膚先，跟住先至開始做，咁變相咧時間會耐咗咯。但我覺得 Medi Lace 嘅環境咧係白雪雪好舒服嘅，我自己覺得係好中意。